我亲生的，不够，哎，把汤给你喝，真香，慢慢吃啊。嗯，干什么干？瞧你没见过世面那样，有人来了。嗯，把住的鸡蛋就是响。 把所有的菜都吃了，抹垫艳丽间，当初焦巴别让他肥得样，椭油瓶呆金甲真烦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来，你吃这个。哇，啥情况？老婆，等一下，我还没饭呢。农村来的就是不懂事。这啥呀？这是？你吃，你吃，你吃啊！你不值钱的东西吃不值钱的菜。 就，啊，这生菜怎么吃啊？医生不是让你多补充点蛋白质吗？就吃这个。你这三伏天吃这个会着凉的，我可以吃个香蕉吗？吃。爸就是太惯着他了，要得吃就不错了，还在这挑三拣四的。就猜想。我说你别太过分，平时总欺负你妹妹，今天我必须站在史真香这边。 一家人就是要和平相处才对，爸今天谁也不偏袒，可能有时候一碗水端不平，但是爸也会尽量做到公平。嗯，爸，这香蕉好甜啊，真好吃。啊，一根香蕉就磨成这样，怕是在农村都没吃过好的，真是没世面。我这女儿可真能吃，你吃饱了当爸的开心。啊，真香啊。 今天可算是吃满足了。啊，我还是好饿。我也饿。那我们先吃点小零食吧。你赶紧拿点。女儿吃的这么香，不给你爸分一点吃吃，一会再收拾你。爸，给你。那一面给我，农村来的，一点脸面没有。我看你是要造反了。钱胳膊肘往外拐。 配着我的面一起吃，肯定香。再给你些菜片。一会儿又说我们了。不说你们都难受。嗯。换个口味菜片。好。怪不得他天天说你。我这女儿脑子是不太灵光。不怎么灵光。你也一样的。嗯。这个跟那个河南的淄博烧烤，一个味儿，好吃。嗯。这个味道是很像那个。嗯。哎，你别吃。 这么一点拿够我吃啊？那真服了。那你多吃点吧，姐。都花定我们家的钱，你有什么资格吃？嗯。哎呦，我被面子真下饭。他这个配面、配饺子、配馒头都很下饭的。嗯，慢点，慢点啊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吃起来香亮，口感有嚼劲，关键，嗯，还能拉稀。 这很贵吧？不，这个一点都不贵，都是我在直播间产的。朋友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撕腐肉，它都是用东北的优质大豆制作而成的，而且啊，有微辣和孜然两种口味可以选择。现在去直播间下单还有活动，9.93元包还给你们包送到家，可以去直播间赶紧拍一点哦。嗯，9.93元，啊，这么划算。 这个，哎，都给我了，你多买一点，我平时熬夜追剧，还有上厕所，我都得吃。我知道了，那你上厕所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哼，看你是反了天了，先等你吃饱，我一会再和史真香吃好吃的。吃饱没有？哎，差不多吧，等爸玩起来。史真香，你吃。爸，你吃生菜怎么不吃啊？有肉。香面。